伫咧中寮乡的龙安村江滨溪古堡关，伫即届凯米洪灾带来洪水，造成放弃的情形大约有50米遮尼长。因为附近有大雨，地方赶紧来进行通报。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已经派员前往来处理了。洪灾带来着大量洪水，造成着中寮乡龙安村。大约有50公尺长的堤防来放弃，等马上来通报到相关单位，并且先将附近的路围起来，提醒乡亲要注意。早起6点外吼，啊，就村长才接到通报，村民的通报讲遐雨花有许流去啊，啊，我就协助村长吼，啊去啊，今日把迄封锁线围起来，惊讲吼人若经过时无注意吼，若讲佫造成伤害，安尼就唔好啊。因为10多年前，即嘛捌做过大水，地方唔敢疏忽。第三河川分署了嘛派人员前来处理，用卡拉机先处理路边倒起的树枝，结果进行整地，方便大型的机具会当入来做后续处理。附近有四五，进前遐站嘛是因为这风台来吼，啊有真长。有真长嘛是害，啊，到尾遐有做新的，啊，即个对煞对下骹站，新的下骹站才开始搁放下呢。中寮一个草屯地区伫即边的风台，都讲路边土石来放弃，或者是路树倒去，包括讲盐丰国小校园周边老树嘛倒去，公所已经来设立了安全的警示。多处树木倒塌，公所将针对影响交通及居民安全部分优先处理。另外，部分地区因台风停电，经台电公司的全力抢修，大部分都已恢复供电。另外，平行路有来发生淹水、民众受困的情形，村电工所在消防分队协助之下，目前将人安置在集会所。记者林明新采报道。